对袂起嘞。部队的百姓是拢总在求的，这你爱买，两百个要来无？两百公个要吃，我搁招一个兵士了，好无？拢有卖哦，谢谢。你别豆豆只，两百了，这堆拢是两百块了。大家，这堆只卖你两百，只卖就送你，那就送你两百。搁卖一个了，搁卖一个了，一个人十块了无？怎么？两百块。大家，两百个要吃土豆的美女无？这八八八嘞，这几只拢八，你莫看下。你看这几只八八八，两百个要来无？两百个招一个头前个未？来个招嘞。再个一个。两个。再个十个两百。就是，是啊，你袂贵个。他说你怎么袂贵个？哎，阿姨嘛要来嘞。阿姐啊，你要来无？火腿要怎个煎无？那要怎个煎，叫拢我哩哦，两百。好，一包回去吧。有啊，阿你阿叔你袂贵个，四个，四个，挂这四个。哦，你今天是要回去玩对吧？阿你之前是一个四个个，后来是回去玩，我刚好忘带你去了。哦，这阿姨拢买皮包个哦，四个皮包，我那个阿爸还好个。今个我食阿爸个。我阿爸切个胖子冰哦，你也让吃好嘛？三百五百，要吃阿爸一百了，再要吃野老公啊？一百了，要吃阿爸来无？一百块，一百块要吃一百块，拢有啊，阿无卖卖一百好啊？哦，少人吃无要紧啊，五十了，五十块再要吃，开五十了，开五十，臭弟准备起来，五十了，五十块，阿姐两个，五十块了，来两个。五十字的你几个？五十块了，五十块了。林哥连讲，阿姐头尾你遐直接打上我那来退我五十块，你明仔等下你可以五十块，五十块够买起来无？五十块拢有啊吗？三个。谢谢大家，你几个？我一个。我一个就好嘛，那我苗苗大树，苗苗大树，最后就是五十块。我一个。来，我包六包。阿姐直接睇下看见。这两张我讲了。来，张杰，干么子？我们第二场我们揭牌了。揭牌啊！揭牌，我揭个卡拉鸡腿牌啊！够够够够够稳不？你钱啊是真的？真的来，水牌了，水牌。真的啊，真的今晚还比较熟了，我还没死。这个叫两下两斤，我的鸡腿鸡的哦，你边下小莫条，套堆准备起来，两下鸡的，我们套堆还袂同款呢。哦。我们吃这完美的鸡腿，这规鸡腿规支骨拢无骨的，你若要称骨，你唔好买哦，一支骨头都无，三千咩啊？两百，两百了，两百了。两支鸡腿，三支鸡腿，四支鸡腿，五支鸡腿，六支鸡腿，七支鸡腿，来，我来讲。来三个啊！所有客气的这三支烧三，十支拢我哩，十支鸡腿两百块，腰瘦好食。我十七支鸡腿我绝对无好笑，这支真正腰瘦好食，你食看嘛。这三支够哩，十支啊，两百块，这支鸡腿你买无二十个啊？两百块要食鸡腿哦，两百块。七八来九十，两百块要啊来三包酒，搁招一个人加买两百鸡腿有要食无？鸡腿搁招一个人加两百好无？阿姐，七支、八支、九支、十支，最后两个人加一百了，好啊，无啊，再剩十支啊，无要开一百十块嘛？最后一个一百块，上面剩五支一百了，好啊，无啊？最后这五支上面剩一百块，五只鸡腿一百，两百只无？一百块，阿姐，阿姐，感谢，谢谢我批一个人支持，谢谢，阿姐感谢你的支持。过来，我们吃啥？你要两个吃好。阿姐，你要吃一个好物件，搁俗的无？我来介绍哦，你要泡面。这顿你千万卖钱哦，你钱你是假包，唔免钱。这顿炸蒸一路赤赤，一路胖胖啊，你知无？一路高蛋炒啊，你就做好起来。伊这顶碗写到一千米就五米，香酥鱿鱼球。简单来讲就是咸酥鸡蛋，你钱咧香酥鱿鱼烤的就对了。这包你也去咱餐厅煮一盘出来，一个盘啊顶盘个，你也是买高蛋炒的一盘煮出来，二啊三，二啊三块，二啊三块多。这你爱买哦，这煮着够香的哦，真正的就好，起价高些嘛，
这两百，我买四百，买三百，我这拢唔免。哦，我简单来讲，我就是个餐厅的介绍，哎呦，菜市的介绍，对不对？家己当个主，伫厝你就会当做做餐厅的料理啊。我卖物件拢真简单，真方便。全部招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九个人去，十个人去，这一天拢一千块恁欢喜尔。哦，这个赚恁足济，我来炸五千、十千，啊，这个有够歹赚的，所以我拢炸一千九个，恁大家欢喜。啊，这免啥物干涉，这卖给你有个人，一个人给三包等于赚的哦，三包可能恁无够吃，四包哩，计较我哩，卖考虑，卖经过大家考虑，直接买上，真正的无吃过当退钱。五个惊死了，开两百了，来两百块了，两百块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了，这一包剩五十块，这免看。他来包装钱就袂好，两百块俩，两百块俩。最后两个人给两百，给咱真正的落啊，两百块。两百块要食香猪油一圈无？你唔要去外口钱啊啦，外口钱啥物用啥物油钱，煮几工你都唔知啦。你不如家己给咱家己钱。第一，你食着健康甲安心嘛，一百落，一百块你唔好买袂买一百当健康嘛。林刚刚来买两百，一百要试一下无？一百块，一百块我要试一下好嘛？一百，谢谢。来个来买面茶哦，你咧包啥物？你搞买个我白送你物件，披萨啥物啊？披萨皮啊？臭丢先来哦，哎，来，对吧？臭丢皮啊？我拢袂记啊，是我袂啊，是吧？还是我记起啊嘛？臭丢皮啊？来，点价去啊！要食套票，人家开五百了啊，好你爽。来者，好你欢喜哦。来两个啊，好者哦。我等了久，我无欢喜坐袂使哦。这大火哦，这好笑哦，安尼啦。看伊皮肤就怎有青无啊？即摆干做三杯就三百啊。即两摆海产哪做三杯六百，唔免五百了。即摆烧啥？即摆要请你。啊，买五百块，人家感谢你，因为迄大哥等伤久，我也袂记，足歹势。即摆我头家报伊的，真正歹势。啊，大家我有着报伊，恁大家嘛有报啦。五百了，变成三个，缩丁的啊，是迄几个？五百了，五百了，哎，肥出存钱滚滚来个。这套餐你安怎煮安怎好食？来，五百，即摆多哩，初哦，这初是四月哦，我是为着歹势对阮大歹势，我等啊久哦，加一摆互恁的哦，这大哥哦，要求你看，下底搁拄大哥，惊死啊！肥出水啦，这要吃一定要吃肥的啊！这拢九百的啊，这几个字啊？啊，这你要几个？这几个字啊？还是国兵？来五百，上面写。大块在吃肥一碗啦。来，好，要求几多赞嘞？会写大块。这几个字，五百的。五百拢有阿妈做咩来无？五百有啊，要收起来哦。你迄个大敢起来啦？哪一个？那个？啊，这你啊？来，你先来，起来啦！啊，怎啊起来啦？人个大单，咱去大，即摆上大尾，搁请你歹笑，你单咱去无注意着，毋是故意啊？体谅一下，谢谢。即摆上错搁送我阿姊啊，歹势阿姊，你单咱去哦，不好意思。来，好好莫走。这个嘉宾无，一件鱼，恁敢捌听过鱼啊？鱼啊，敢会掉沙？人会掉沙，鱼也会掉沙无？恁捌听过鱼啊掉沙无？来，啊，我这差不多拢无啊，那这拢无啊吼。今天上面吃披萨，来披萨要吃三百五百，要拿两百条，我得两百块少。两百条，来，他这拢好啦。披萨多起来哦。我最近拢讲一支，状元啦，是啊，状元是料上济啦，嘛是上济人家娱乐的啦。状元就是啥物料拢有啦，啊，等下你甲烘好烧就好啊，好来。这是第八十两、第八十三、第二啊是，我这台啊拢清气淡淡，迄个臭臭拢起后壁，恁放心嘛。这三块状元来讲，二啊是烘啊食落去牵丝哦，我卖两百落。两个？我送一地，送两地，送三地好啦。这全部六地，你含无吃好吃，料才济啊，两百落。哎，两百人去食壮汉披萨，你烤箱甲烘烘了，安尼落去吧，两百落去吧，你要四包啊，四包啦，三四五六，要求你讲了偌济，来，两百个要食无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谢谢阿叔，两百块了，三块、四块、五块，这六块两百一块，三十三块，你食无了，遮济啊？最后两个人家讲要买一百块，食好嘛？
这里烤箱好吗？来来来来来，几包来？一包没有。来一四百包。够人要食鲑鱼甲鳕鱼无？鲑鱼、鳕鱼够人要食？你要鲑鱼啊，鳕鱼？来，鲑鱼先来哦。鲑鱼先来。你要三公卖坐哦，今仔下啊。来，鲑鱼要食开500，你话卖开1000。这个赛事阵容起来就是要花1000的啊。这智利的鲑鱼500，你话卖让你开1500。来500，上面写500。来500的啊。这两块500，菜市啊切得到这大块，我替你钱，先给钱啦，这就好。哎呀，500了，这粗的，这大块，每一块拢这粗。好嘞，这两块500切得到菜市啊碰得到，我就替你钱了，对吧？这就好，给你吃好欢喜。来，好，这挂到手骨。500够我俾我套无，我就卖个套啊。啊，这你讲要食鲑鱼，啊，无是，啊，我要鳕鱼。够人要食毛肚。这毛肚免煮退冰了，咱吃300-500，免200我了。一包200，三包200，四包拍只500无够，来一包都送你600哩，一个人200块了。啊，你毛肚上好吃，这免煮哦，这退冰了咱吃啊。2包、3包、4包，4包拍只500，我5包吃无够，6包200块嘞。2包，一包2包、3包、4包，4包无四个，4包拍只500，5包无够，6包200了。200拢有毛肚好吗？我的毛肚你是一定要买的哦，毛肚品牌做个800块，你想我来看卖，你绝对比我较好吃，我不是臭毛，你当试吃一摆看卖，100了，100块试试看看。